本来。滑板玩得好吗？是路冲吗？我本来是技术，后来转路冲。哦，对，因为技术有点太危险了。他们说的很专业，技术和路冲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 skateboard 和陆地巡航，对，也很容易摔。路冲不会啦，那个滑快还蛮快的，快的，如果赶上一个下坡，超级快。我以前学过冰刀。旋转，或者旋转一下，要摔好多次，那个很痛，真的很痛，就是跟滑雪、射箭，哦，射箭超厉害的，一射出去就会转弯，一射转弯，永远打不准，也蛮厉害的。你怎么都喜欢玩那种危险的运动？对，而且到这年纪还在玩，好东西，所以这个要很小心，要很小心。于文文应该很喜欢玩吗？我当然没有，没有。但是问题是，他说的每一个东西你都知道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我每个都会浅尝，然后浅尝即止。